你们会累累吗？对呀，我再累也要陪你们玩。我可能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你要去休息的。要赶快好起来，才可以再让你把我弄坏啊！哦哇哦哦，好 ，OK， 你这个说法我可以接受，我可以接受，大色狼，期待下次弄坏的机会。你是大色狼，所以说这个任务你已经受理了吗？没错，接受任务。哇，梁启直接老大，我不跟你吃串烧了，中一局我就飞出去了。哇，你这一局结束的很快，他们三暗客，这样这把算吗？再一把，别，我就让他休息了，他都已经哭成这样了。好啦，让 Siki 休息。虽然我很舍不得你，但是为了你的身体着想，为了下次可以早点弄坏，你去睡吧。好，我去睡睡。喝水，喝温的水也比较好睡哦。好，乖乖睡。